应该来了，哎，该来了吧？张副总监啊，他们到底出发没有啊？出发了。那这么时间了，怎么还没到呀？咋的？你着急了？要不我再给打个电话去？不用，我都打了。师傅说他们吃过早饭就出发了。啊，你看，路上不会出点啥事儿吗？这话说的，能出啥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坐车呀和骑马不一样，哎。 骑马，他能走直线啊！坐车他得绕啊，这来回来去的，这200多里就能绕出400多里去。赵副教导员，不行，让同志们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得开工呢。啊，同志们，听我说啊，营长啊带着人已经在路上了。什么时候到还不一定啊！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工作，啊，多回去休息吧！啊，休息吧！弟兄们，这要谁累了就回去休息啊，不累的那就再等会儿。 咱就是这儿。咋的？这颠了一天一夜了，还嫌颠的不够啊？来来来，下车！别哭了！全营集合！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垦荒女青年们的到来，鼓掌！怎么样？啊，你们可以下车了吧？ 我命令你们下车！我告诉你们，到了这儿，你们就和他们一样，是战士，是兵，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指挥。这不是你们的家啊！可以耍娇小姐的臭脾气，不像话。
都听好了，党员团员带头下车。怎么办？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，姐妹们，咱们不能被困难吓倒，走，下车。团二到。啊，我现在还不是团员，可是我正在要求入团，姐妹们下车吧。说得好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大家帮忙把我们行李放在马上去。来来来，小沈同志，表现不错啊！我怎么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呢？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，说话注意点影响。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是这么要骗我的。行了行了，晚上回去再说啊。白天的几只狼有啥好咋呼的？干活！别看郝营长平时板着张脸挺吓人的，其实还挺男人的，是吧？干活吧。同志们，这是咱们摸索出来的吃饭方法啊！回答荒魔中太多了，没事就往嘴里钻，用烟熏一熏那就好多了，习惯就好啊。喘不过来，怎么吃饭啊？怎么了？我吃了个虫子。我也吃了好几个。没事吧？哎呀，那边吃饭烟虽然大点，总比吃蚊虫好受多了。回去吧。幸亏咱还有个炉子，要不然就更不方便了。当初说的多好听啊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开荒种地全都是机械化现代化，全都是骗人的谎话。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我看哪是天上地下蚊子打架。不是天上地下蚊子打架，是烟熏狼下蚊子打架。其实吃点苦也没什么的，时间长慢慢就适应了。人家巴尔克查金修路搞建设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。就是他们不应该说谎话骗我们。那怪谁呀、啊、还不是怪你姐夫啊。你没见他来检查工作的时候我都躲着他，不想理他。在这儿虽然艰苦劳累，但也总比在家待着被爸妈逼着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强。我倒是觉着在这儿挺自在挺轻松的。看把你美的哪儿轻松啊。
你没见郝营长怎么训我们，一见他瞪眼睛训人，我心里就窝火。呀，哎，怎么了？我看那是什么呀？哪儿呢？那儿。呀，是个大狮子，太恶心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也有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么多狮子，你叫没法睡了。秋爽，完了完了，我们这儿也生狮子了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你这一说，身上都痒了。哎呀，我身上也痒痒了。床上生狮子，正在找狮子呢。不是，啊，这长狮子还是个事儿吧？我进来了。全体注意，马上出操。还出操呢？我们都生狮子了。谁让我们大事？一夜都没睡，一夜都没睡，没力气出操了。黄营长，不信你看看，你看啊，等我们抓完狮子再出操吧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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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别咋呼了。穷生狮子，富生蛹，啊，债多了不愁，狮子多了不咬。居家过日子，谁身上没长过几个狮子？啊，他娇气。是不是一只？哎呀，哪儿呢？我起来，我来，这来，这来，这来。在我们老家啊，有些人是一边喝酒一边抓狮子，哎，滋儿一口酒，就一口狮子。啊！是啊，没事吧？郝营长。嗯。你们老家的人真的吃狮子呀？嗯。怎么样？啊，都能适应了吧？谁也不是傻子，哎，我们老家的人从来不吃狮子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为了让你们能够适应北大荒，啊，这狮子算个啥？厉害的那还在后边呢。你们来到北大荒以后，首先要学会的，那就是吃苦。行了行了，你看，这不在这儿吗？出走。营长，要不整点666粉吧，那玩意儿吃狮子管用。要那玩意儿干啥呀？这革命意志是练出来的，不是惯出来的。这么多年，咱们谁身上没长过虱子啊？不能怪他们这个。肖院长，哎，你今儿去趟龙井，弄点666，顺便买点治苍蝇、蚊子的 DDT、花露水什么的，包头蒙脸的围巾，想办法弄点。去吧。是，那我马上去办。都是蚊虫。是啊，我们也早想解手了，就是怕蚊虫咬。可不是吗？憋了好长时间了。那怎么办？你不能憋着呀，走吧。哎呀，坚持一会儿吧，再忍忍，回去再解吧。再忍忍吧。哎，你们几个嘀嘀咕咕磨磨蹭蹭干啥呢？咱们是在给新中国种地打粮，不是给小日本子当差。磨洋工不像话。
来扶稳了啊。行了，三月，有点就行了啊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行了，这边再来点。来，哎哎，好了好了，谁？好好，来来来，这这这这，这666粉可是好东西啊。山月，给我多撒点啊！这虫子、虱子可把我害惨了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这这。赵副教导员，那玩意儿你少整点，你整多了容易要着人啊。来吧，是吗？啊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走。好嘞。营长啊，我给你也撒俩啊。哎，别别别，我不用。营长啊，那整点吧，那玩意儿管用。球家孩子。皮糙肉厚，不怕虱子呀。那再说了，有虱子，这开水一烫就行，真的。那身上长虱子，也不能光用开水烫衣服呀。有你啥事啊？回去，让他们自己撒。嗯。啊。这花是谁的？郝营长，怎么了？啊，这些花是谁的？啊，这是耿副营长跟肖文书帮我们摘的，好看吧？好看吧？郝营长，到屋里看看吧，屋里完全大变样了。是啊，去看看吧，去看看吧。郝营长，哎。郝营长来了。郝营长怎么样？有点生活情趣了吧？郝营长，你看，我们要是带着这个去劳动，是不是很有异域风情？像不像新家女孩？营里为我们想的也太周到了。对呀、啊，蒙着纱巾干活就不怕蚊子叮、虫子咬了。对呀、啊，就不怕了。哎，姐妹们，咱们把咱们新编的歌唱给郝营长听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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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，给我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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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北大荒呀，预备，唱。北大荒呀，好地方呀，连续廊下蚊子打架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看黄钟。鲜花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看黄种地都是鸡血花。郝营长，你不喜欢啊？这词谁编的？大伙儿一块儿编的。北大荒的现状确实艰苦，可我要告诉你们，北大荒的将来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。我还要告诉你们，这是军营，不是你们这些娇小姐清欢作乐的地方。你们看看啊，你们整这些个花里胡哨的，这还像个军营吗？赶紧把这些花花草草，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全给我扔出去。咋的？我说的话你们不爱听是不是？你们当真不知道你们是来干啥的？你们是来支援边疆建设的，不是来穷讲究闹排场的。要是不愿意吃苦遭罪，就别来北大荒。扔了。这些东西是你们两个整的，啊？啊，营长啊，我们种这些花也是为了让咱营地变得更漂亮些。你有劲没处使是不是？有劲使不完，你开荒种地去，别整这些没用的名堂。营长，你说这帮城市女青年刚刚到咱北大荒，你得给他们一个适应的过程吧？咱们应该处处的照顾他们。这叫照顾吗？这叫迁就讨好。你看看。
花花绿绿的，娇里娇气的，咱这还像个军营吗？小战月，全都搬走，都别发愣了，快快快，搬走搬走，这个连的那些啊，都搬走，快！土包子，法西斯！是个好东西啊，这几觉睡得舒服。哎，你说这狮子什么都跑哪儿去了呢？啊，我这儿呢。咱不怕咬，越咬越舒服。哎，这话谁说的？啊，啥呢？那玩意儿还有吗？啥呀？啥呀？哼，你也怕呀？哎，你不是不怕吗？哎呀，你不怕？拿来吧，拿来吧。黄先生，在北大荒那块儿，有些事儿是得挺，但有些事儿呢。没必要硬挺。耿副营长，哎，我跟你讲，给营长撒666粉这事儿，你知我知，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啊！一定不能损害咱们好营长皮糙肉厚、不怕狮子咬这个光辉形象啊！啊！谢谢啊。老婆啊，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在其他的营团也都有反应，是吗？啊，如何带好这些城市来的女青年啊，这可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的课题啊。哎呀，这课题可太难了，这些城市姑娘太娇气，不好管呢。哎呀，慢慢来嘛。哎，对了，这些城市来的女青年和我们的官兵在感情方面有什么进展吗？啊，没什么进展。师长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该不该说啊？说出来听听。师长，咱们这些大连官兵啊，大多数都是农村出身，人家城市女青年有文化、有见识的，他不一定能看上咱呢，还莫不如啊，整批农村女青年来。哎，那样没准还能更合适一点。你的这个想法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啊，我考虑考虑。哎，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好，回去吧。好，走。哎，对了，这两天你手底下有几个团长来找过你，什么事啊？哎，他们说呀，这些城市女青年来了以后，有些地方不太适应，而且好像婚姻问题进展的也不是很顺利。哎呀，下边的基层啊，也有这种反应。我已经找过军垦总部的首长了，他们说想办法解决。怎么解决啊？部队已经跟山东省联系好了，说是要从山东省的老区招一批女青年。来北大荒当农工，同时呢，为了稳定军心，还说啊，要让那些成了家的官兵，把家属都带到北大荒来。哎呀，也许这样安排，真能解决些问题。Thank you.
这样啊？咱们俩老家还住呢？不说这地方挺好的吗？咱住哪儿啊？该不会租那个破草房子里吧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大伙快过来，女青年都过来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再不济也得吃饭呢，姐妹们下车。来，你这个同志爽快啊，叫什么？俺们山东人都这样，俺叫田二曼。田二曼，好，老赵，哎，领二曼妹子吃饭去。好，姐妹们，这不往这边走啊？放心，给你送到马架子里。姐妹们，走走走，对的。来，行李给我。哎，不愧是在农村来的青年，比那些城市可简单多。这怎么说是简单呢？这叫淳朴。淳朴，走走走，快点！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走，弟兄们，快走！没有女的时候吧，一个都没有。没想到这第一枪来了以后还拦不住，山东的来了，家属们也快来了，我们家爷爷啊马上就来了。小小舅子，说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说了？幸福熊样吧。爷爷来了，你好好对人家，啥都行。家里都挺好吧？挺好的，放心啊，一路上还顺利。哎，你是不是撞见了？哎呀，姐，没有，你来了。走走走，咱们回家。走吧，哎，我怎么还给我说这个东西？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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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往后在这儿好好过日子，你好了要是不老实，我来收拾。哎，走，回家，姨，咱们回家。走，我来拿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走。时间到了，还行吧。你看，那是鸡窝，后边还在种下着地呢。大嫂，种啥呢？种点韭菜，种点葱。哦，有葱栽子没有啊？没有，家里拿去啊。一会儿我去啊，走了。大兄弟，哎，收拾完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回头家里吃饭去。哎，谢谢啊。大妹子去挑水了，挑水去了，有空家里来玩啊。好嘞。哎呦，来喝点水。谢谢嫂子，给你拿一根。哎，师长，师长，师长，大姐，听说老家来人了，你们袁大姐啊，非拉着我一块过来看看。老家来人了，不知道了吧？邱师长和袁大姐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待了几年，那算他们第二故乡啊。这不这批军属来了，老家来人了吗？这么回事啊？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师长。邱师长，袁大姐，大姐，怎么又去捡鸟蛋了？你们这儿野物可真多。哎，这都是什么鸟下的蛋啊？啊，这是野鸭蛋，这是野鸡蛋，还有这个是林子里一种不知名的小鸟下的蛋。师长，我媳妇刚割了韭菜，中午啊请首长到家里边吃韭菜下饺子。哎，好啊，还有饺子吃啊。行了，中午过去。师长，咱先去影部坐会儿吧。好好好，那我准备去了。好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参观参观你们的家属区了。来来来，饺子好了，看饺子的好了。师长，大姐，正宗的山西老陈醋，地道的太行山红皮蒜，这都是叶叶从老家带过来的。是啊，你赶紧赶紧赶紧倒酒啊！哎，我好喝到你。叶叶，干完了酒坐这吃啊。不了，我待会儿还得煮饺子的。大姐，甭管他，在我们老家哪有女人上桌吃饭？浩来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。大姐，我说的是我们主家，不是客人的。主家的女人啊，干活更应该尊重，对不对啊？是是是。阿来啊，咱们是革命军人，可不能耍大男子主义啊。是是的。爷爷，来坐坐坐。坐。爷爷，坐吧。坐。坐吧，爷爷。坐坐。来，这杯酒啊，祝你们小两口日子越过越美好啊！还有。早日生个胖小子，啊！来来来来，宝宝，你看看啊，现在城市来的女青年，山东农村来的姑娘，还有军人的家属，一下来了这么多的女同志，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啊？瞅着就热乎，鸡飞狗跳，娃娃叫。有点过日子的意思。我是说你呀、啊，搞对象的事儿，怎么也还没有动静？哎，我不急。这营里好多官兵还没成家的，我这当营长的懒得抢钱的。我想好了，冲锋在前，享受在后。打仗我冲第一个，结婚娶老婆，还全营最后一个。你就这么坚决？弟兄们不成家，我心里不踏实。结婚也是为了工作，别把话说得这么绝。你说一说，你到底看上谁了？告诉我，我跟你袁大姐给你保密。哎呀，thank you.
卫生员包扎一下。不用了，没事。爷爷，俺一见你啊，心眼里就有气。可不是吗？还是呀，跟咱乡下人在一块儿，这心里边觉得自在，和那些城里姑娘啊，总觉得没啥话说。可不咋的，不光没话说，这活也干不到一块儿。你看，咱跑了多少，他们才跑了多少呢？耿副营长，你看我们的地翻得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累了就歇歇，咱别搞这个疲劳战术啊。不能歇，你看人家都挖了多少了。你们呢，不能跟他们比。你们这从小没干过农活的，整成这样挺好了。啥事儿啊，咱慢慢整，早早玩玩，有一天你们会比他们强的。啊，那个，那地呀，还得翻透了。你像那杂草的草根什么的都给弄干净了，要不明年庄稼不好种。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你这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郝营长，开饭了。啊，同志们，吃饭。吃饭。哎，累死了，都吃不下了，走歇会儿吧。爷爷，咱吃饭还呕烟呢，不知道了吧？这北大荒蚊子特别多，吃饭的时候你要不呕烟，那就只有吃蚊子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吃饭去啊，走吧。在地上可真舒服呀，我真想躺下就不起来了。别睡了啊，别睡了，起来，都起来。那地刨的叫啥呀？啊，半生不熟的能种庄稼吗？这草根树根都在里边呢，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不胡干吗？来来，起来，返工，马上返工。来来，大家伙都起来吃饭了啊！来来，都起来吃饭。同志们，来来，都起来吃饭了啊！吃什么吃？地刨成这样，有脸吃饭吗？谁叫他们这么干的？这不胡闹吗？军阀法西斯。哎，这郝营长脾气可真够大的，又凶上了。不过啊，话也说回来，他们这活干的那哪叫活啊？真不咋的哈，这个城里姑娘是比咱们洋气，可是啊也很娇气。我听我们家郝来说，好多官兵都是这么议论的，说城里那些姑娘虽然长得水，可是啊重看不重用，这过日子啊还得找咱们乡下女人。那些男兵还这么议论，到底谁长说？哎，赶紧说说啊！人家就是胡乱一说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二曼姐，你不会是着急找男人的吧？二曼从山东到这儿啊，就想找个好男人呢。好，我急着找男人啊，你们都不急，到时候嫁不出去，老在爹娘家里，看你们急不急。
定然梦见那、啊。